快看到一辆机车行驶在路上，摇摇晃晃，加上稍早前违规红灯左转，引来远警关切。骑士这名骑士精神恍惚，随后远警在他身上发现一支含有白色粉末的针筒，而骑士还辩称这是宠物用的益生菌。不过远警哪有这么好骗，当场拆穿谎言。你骑车怎么会晃成这副德行？不好意思啊，就是你身上有没有带违禁品啊？因为你的精神真的不太稳定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因为你刚刚骑车那个方式。真的是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好好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是用什么的？这是海洛因吧？不是，不是，边我没有。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做。说等一下，你有刑事吗？你有上药？事发在17号凌晨4点多，高雄新兴区瑞元路，这名31岁黄姓男子一开始还解释，因为和另一半吵架，急于赶路才会违规左转。不过他的行为举止实在太过可疑，也当场查到他的身上藏有安非他命，追证确凿，也当场被依法送办。